抓蝴蝶，猴子捞月，泰山压顶。哎呦，我的屁股！一个碗太少了，得十个才行。我呀呀呀呀呀呀！小蝴蝶哪里疼？碗这么多也捉不到小蝴蝶，看来还得要碗够大才行。哥哥，看我的！哎呀，疼！哎呦，不行，蝴蝶太灵活了。想完成和蝴蝶合照的作业，得再想想办法。有了，你们的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吗？蝴蝶最喜欢花了，等我吸引过来它，爸爸你就动手。我这叫美蝶计，没有蝴蝶能抵挡它的魅力。走你！还真可以。爸爸，我这个可不是逗猫棒啊！快快快撤！我引来好多蜜蜂。啊你的小蝴蝶，它好像受伤了，我们来帮帮它吧。噔噔噔噔，这叫蝶恋花。太好了，我们救了一只小蝴蝶。这下哥哥和我一样也有蝴蝶结了。看这里，作业完成。